万物虚而不知，此之谓本根，可以观于天矣。就是万物啊，被这个道虚养着，但是万物并不知道这个东西。就像我们所有的人都被天地养着，此之谓本根。这个本根是什么？这就是道，这就是天，这就是自然。然后下面咱们就看这个王夫之对庄子如何知道道这一段来解释。王夫之《庄子》里的《泽阳篇》，王夫之说：“环中者天也。”其实这一段就是体现着我们中国人这个宇宙观、实践观跟西方人的不一样。西方人的实践观，你们知道是一个射线观，就是一直向无穷中射向去，实践是一单向的。可是我们中国的实践观和宇宙观呢是循环的。你们知道我们那个六十家子吗？六十家子一循环。实际上，王夫之这个观念呢也是这个环呢，他就说六合一环的环也。六合就是宇宙这个空间呢，东西南北上下，这就是一个环。中古这就是实践呢，也是一个环。这个环呢，既然是环，它就无穷无尽呢。一环环合，两环交运，融成是只言浑天得矣。就是时空也是环，无始无尾，这就是浑天。所以怎么叫浑天呢？除日无岁，按照一般的解释，除去日，因为岁是由日来累积而成的。我们从另一个方面解释，如果就是把日和岁全部去掉，把这个标识全部去掉，我们得到的是一个一团混沌。下面无内无外，如果把内外这个概念全部去掉，那么我们也是得了一团混沌。所以这就是去掉日和岁，去掉内和外，去掉人为的区分，实际上我们回到了一个状态，就是宇宙的原始的混沌状态。所以最终那个王夫之就说：“故无人也，人即天也；无物也，物即天也。”恶之就是没有人，没有物，没有时间，没有空间，最终我们得到这个天就是一团混沌。所以下面就是说：“故人以五纪正教无实，而希其于愚者。观一词的庄子之道之所从出进见也，盖于浑天而得物者也。”这是王夫之说，庄子对大道的理解就是从浑天这个概念上得到的。就是实际上这个概念呢，又使我们反过来考虑到老子说那句话：“有物混成。”这个混成了也是一种混沌，没有什么区分。你可以想想，所以老子经常说嘛，要让大家复归婴儿。复归婴儿是什么？婴儿是混混沌沌，没有分别，什么都没有分别。没有分别的才是最佳的跟道合一的状态。二十一章说：“孔德之容，微道是从。”孔呢，就是有两种解释，王弼把它解释成空，陈固应把它解释成大，容呢就是高恒把它解释成动。孔德之容呢，实际上简单一说就是大德的行为是微道是从，是始终是按照道来运行的。下面就是道之谓物，微恍微惚。恍惚，道这个东西恍惚，恍惚就是不可名状，换句话也是一团混沌，没法说清楚。恍兮惚兮，其中有象；惚兮恍兮，其中有物。就是这个东西恍恍惚惚里头呢，有象有物，就是有万物从里头产生出来了。就是换句话就是物象皆自混沌中来。幽兮明兮，其中有精，其精甚真，其中有信。就是幽兮明兮也是一种看不清摸不清的一个混沌状态，其中有精，精呢就是气质极有最精的东西，这个也就是这种精呢就是非常真实，然后它又信焉，自古积金其名不去。从古到今呢，至真至极啊，这个东西不可得而名，但是呢万物呢这个荒芜之中而产生出来的，所以说至真之极不可得名，五名则是其名也。这就是其名不去，一月重负。这个荒芜这个东西呢，它来主宰重负。重负就是人的祖宗啊，兔的祖宗啊，树的祖宗啊，它来，这是重负，就是万物的负，万物的祖宗。这个道呢，这个荒芜这个东西呢，来主宰所有万物的起始。所以说一曰重负，我何以知重负之状呢？以此，就是以这个荒芜这个东西来知道的。所以这是这一段的意思。所以从这也可以看出来，老子的这个荒芜呢，实际上也是